别吃点面吧。其实我早就感觉到了，每次在嘉玲身边的时候，我都会问自己，她到底为什么喜欢我呀？我这么笨，条件又不好，如果不是从小玩在一起的话，她应该不会注意到我吧？你笨，你条件差，可这些不是她不喜欢你的原因。我根本就配不上他，不像甜心，他又聪明又有才华，英文还那么好，他陪嘉玲去美国才是最好的选择。我去的话只会是一个累赘吧。不要这么想啊，你知道吗，高中的时候，我们班里没有人愿意跟我做朋友，只有甜心她愿意跟我做朋友。我猜到了嘉玲会离开我，其实我没猜到会是甜心。皮皮，每个人都会失恋，但每个人都能熬过去，你要相信自己也能熬过去，总会遇到的。万一遇不到呢？遇不到也要先吃口面啊，吃一口乖，吃不下那算了，那喝口汤也行。来，你不明白我的感觉。我明白的，其实我还挺喜欢那个家伙的。谁啊？就是常来我咖啡店那个我还不承认的那个，可人家不喜欢我，我也只能让他过去了。其实皮皮你是幸运的，你跟陶嘉玲从小一起长大，就算爱情没了，他也还是在乎你的。你真的觉得他还在乎我吗？当然啦，如果你遇到危险，他一定会第一时间赶过来见你的。那我昨天遇到危险的时候他怎么没来啊？他不是不知道吗，他要知道一定会放下一切第一时间过来见你。好了皮皮，你再躺一会儿起来吃点东西，我要去上班了，下班再过来看你，别让我担心，乖，吃点东西啊，我先走了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没事吧？没事。这是相机。啊，这不是您的错，是我撞到您的。反正花钱，反正买新的，反正我的钱花不完。
哎，等一下，那您可以告诉我您的电话还有联系方式。给你支票，就是想少一点麻烦。可以的话，剩下的钱，买双好穿点鞋，以免再滑倒。也许嘉玲对我的爱早已消失，也许甜心的友情中夹带着阴谋，但是在我人生中最灰暗的三年里，是全校最棒的男生和女生陪我一起度过的。怎么样，那你这手套怎么卖这么贵啊？大姐啊，本来我们这小本买卖赚不到5块钱，我这真挺几块钱一件的货，你卖50，你不明摆着奸商吗？哎，大姐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？您要是不愿意买，嫌贵，您放着，您到别处买去，对吧？活该你一辈子摆地摊儿！哎，你怎么说话了你啊？不愿意买不买，你怎么骂人啊？哪有卖这么贵的？您到别处买去，甭跟我这添乱。就是贵。走走走走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皮皮，什么毛病啊？那不是关叔叔吗？厂子倒闭了，我在这卖手套，我还犯着谁了？我爸那个。走吧，我们一起去帮你爸爸卖手套去。好，走。真惹急了我，真是。关叔叔。